Hello， 我刚刚传一个半夜老板十二点为什么不回家的那个，其实我这个没有拍到，然后我来补一下哈。这个客人没有对话记录哦，礼拜一第一次敲进来，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哈，他问红财神有在卖吗？我没有红财神，我叫我叫红搞啊，这叫红搞可以做碎耶。改天我再拍个影片介绍，红搞是种罗汉，他不是财神，但是他养起来，我觉得比财神还要漂亮，因为他的脸就比较不一样哈。然后这里，好，然后他问吸便器有没有，吸便器有在卖吗？哈，然后这里今天晚上礼拜四下午，他说我想把鱼缸底部的板子拆掉变裸缸，该怎么做？在这里有没有？那虽然这个客人都没有跟我们买过东西，但是我只要在我时间还可以，好。有的时候就怎么讲，有没有像这个客人的，我能帮忙我们就尽量帮啦啊，就但是如果我有时候要跟你们讲不好对不起的，就是我如果看到那个八寸钢，然后用一个外挂还是只用一个水妖精，然后买两条那个小金鱼在里面，问我说老板这金鱼怎么养的，那一种我实在就比较没有办法回答齁，因为听都差伤多啊，咱的时间宝贵齁，我们先拿去帮助比较重点的客人，像那种就我说的八寸钢，然后像上次有一个客人就是一尺钢，然后那个珊瑚沙大概铺了又粗哦，珊瑚骨这么粗，然后鱼缸大概铺了三分之一这么高，然后养那个养金鱼在里面，然后跟我说老板我的鱼为什么怎样怎样，就那个我就会比较简单回答，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完全不回答、啊、就但是我就会简单回答一下，意思就是希望让他结束，你知不知道？那就像这个客人的话，他就说他底部的板子要拿掉变裸缸，有没有？那你一看就知道，比如说这底下是浪板，在这里有没有？这个是浪板，这个你不教他会很惨啊。所以你看，所以我要跟你讲哦，今天礼拜四我弄到十二点还没回家，光这个客人我就弄很，就是我们就这样回来回去回来，但是同一个时间很多个客人啊，你知不知道？就是很多不一样的问题。好，那还好，现在我都有办法用讲的。哦，提前都出来水桶里面打气，还是整理箱里面打气，然后板子拿起来以后，石头你都全部捞一捞，最后尘埃落定的时候，用红吸管吸一吸，全部都弄好以后，鱼最后再回去，就是鱼不要在鱼缸里面挑毛病了。好，像这个就是跟客人讲说，哦，就是鱼。尤其你们以后要捞沙，还是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要讲的事情跟搬家你要移鱼缸一样，就是你先把鱼移在整理箱还是哪里，就是尽量比较大一点，然后让它打气啊，你不要喂食，这样子就算你全部弄完，鱼第二天回去都没有关系，但是就是不要喂食啊，没办法架过滤器没关系，你就是只打气，你就不要喂就好。好，然后如果像你要搬家的前一天还是什么，你知道你要搬家什么那个，你前一天的话就。不要那种一个月想说要搬家都不换水，然后就拖很久再换水，那到时候你过去整缸都新水，有的鱼会适应不良， pH 差太多，就像我们要去水族展一样，你的前几天就要给鱼换一半的水换两次，你知不知道？好，这样子你下次这样子你其实你如果搬家没让它 Q 醉鬼，那我可怜。好，那你就是把你鱼缸里面的鱼已经换过两次新的水，它就很能适应新的水质，那你到时候搬家过去的时候，那边的鱼缸用全新的水下去打水，好，但是你就是白棉跟绿柴不要动哦，那个都要整组过去啊，水没扣不要紧哦，看什么鱼啊啦，当然你那是什么短鲷啦，什么南美系的那种很酸性水的鱼，就当然是另当别论，但是如果像我说的这种鱼，你都事先给它换过水再刷围的话，它的适应力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教他就是板子拿起，鱼先捞出来，在桶子里面打气，然后板子拿起来也做盈压，应该做厉害啊，过滤器要拔掉哦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个时候等它尘埃落定以后，你再吸一吸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再去吸底吸一吸，用红吸管慢慢，以它也积底底嘛，你就倒倒啊 keep， 倒倒啊 keep， 倒倒啊 keep， keep 掉，像你鱼多少存一半水，剩三分之一也都没有关系，再加新水，好、哦，然后在这里哈。哦，那尘埃落定后，鱼直接放回去就好吗？落定你要吸碗吗？吸碗然后再让它启动，你就知道。哎呀，那个过滤让它启动，等
稍微比较偏安压榜的人。好，然后你看哦，这个是下午三点问我有没有教他这样弄，然后到这边，我靠，有没有鱼会死掉，超级黑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养鱼齁，不要再用底板了啦，除非你是海水缸，不然真的不要用底板齁。我写说鱼落在缸中会很惨。他说有听老板的，在清理过程的时候有捞出来，过滤开始跑一段时间才放鱼下去。你那个过滤器现在要停掉了吧？过滤器要给它停掉，我过滤器他妈停在拉沙发，停到病鬼。过滤器停掉，过滤器不要洗，然后。反正水仔你也在用啊，就算你把整缸水都换完没关系，你那个鱼明天再回去，鱼就在那边打气就好了，哦。靠腰，你鱼已经放进去了、哦。你知道不？靠腰，它鱼已经放进去了啦，哈、哦。我服你哇，你加加几加加几加加几加。那、啊、你有没有等它沉淀完去抽底下的脏东西？如果像这么脏，你要换半缸，甚至换三分之二缸的水啊！我换了快80%的水，80-90%的水都换掉了。这个可能它可能不太会怎么操作吧？要不然你换了80-90%，不可能啊！你知无？你就是爱等伊整个拢沉淀，然后买一支温黑的换水管，还是用虹吸管，安尼 keep。应该不至于啊！你怎样讲意思？你若话话80-90%，那有可能都倒转去了，我都这么热嘞。啊，我来讲，就算这么热，你嘛不应该放鱼啊转去，你知无？你爱第二天才放，啊那无吼。所以这个太快放回去了啦，哈。然后后来之后跟他说，好了，没差了啦，哈。要不然怎么办？那、啊、这个就他鱼都已经放回去，已经是事实了。你怎么跟他讲，人家紧张的呢？没啊，不要紧啊，全部都用了啦。然后讲个易主席，哎，那我跟我阿姐睡觉在叫垃圾的，因为当中就坏了。你看当归拢沉淀了后，就是一讲去抽下卡的塞，打打抽，打打抽，打打抽，那上无爱沉淀的半点钟、一点钟的，你知道？啊，你改天那个饲料要，这个是业配一下，没有，我是跟他说你饲料的水客跟我们买了，因为有一些就比较一般般哈。以前有一寡大桶的有水，尤其一种4公升的三货迄。哦。然后这里。因为我跟你讲原因，因为你那个顶棚啊，降温到了聊价的，也让一电你知道不？有能够养得很漂亮。那个其实有时候有的客人鱼养两三年，但他的鱼就差不多在那个状态。两三冬啊，时间过啊，鱼也嘛变无起来，迄个营养无够，你知道嗎？然后你说，你看哦，他说要用裸缸，想说要跟我买三角吸便器，效果比较好。然后你看哦，靠腰，你看那个鱼缸多大，你知无？这个鱼肚我感觉干700-800哦，超爽的吼、哦，是不是每个养鱼人的梦想？而且就坐在家里面爬中红，吼、哦，这一个我感觉。无两笑，嘛有笑七，笑七，上笑这家拄好七笑，你知道？不用买三角吸便器啦，靠腰你的鱼缸那么大，你买那个小小的三角吸便器，就算每个角落连四台，你改天要买硅藻球放在过滤盒里面就好了啦，你知道？啊，改天如果要换神马的话，可以换成生生二代那个鼻吸式的，可以去吸那个玄武这些元宝的大便，就比较适合。哦，类似这样，你那个买三角吸便器是错的，你缸那么大，那是小缸在用的。好、哦，其实我，他说底下都是石头，哎、欸，他很好玩哎，他是因为底下有石头，他想要买那个三角吸便器。所以他才把他清一清以后要买三角吸便器，有没有？但是我就叫他不要买。没有，那个铺底板是错的啦。像你这种很可怕的，那个底板就是整年，有没有？藏污纳垢一年两年，你现在清一清也好啦，不然如果过一阵子进入夏天，有时候比较闷，会也变困。但是喝咖在玄武底下作用诶，老实讲，你俩你其中毒啊哪？你在这边弹干一颗6000，现在石雕炸的细啊，细料料啊。啊，玄武就是真的超难耶，
然后跟这个影片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我刚刚那一段影片是要拍这个人的啦，但是忘记拍了哈，忘记讲到这个，所以再补一段。你那是大无，你那有神奇棒，就去买只能放一包神奇棒的，因为你来挑起来了，亚硝酸、阿摩尼亚迄个物件拢会压管起来，所以像我讲，有诶将压起来，一定压伫个水内底哦。啊，唔过咱沉淀的就是在遐个物件吸吸的，不然那些东西在飘飘飘会调节鱼的鳃部，鱼的话就是比较不舒服，你知道？啊，没关系啦，反正那个就用诶。好、哦，改天也就是硅藻球加，如果现在有一包神奇蛋下去，就一两天会差很多，就是也可以先吸土啦，但是没关系啦，好、哦，放心啦，水母强壮的。哎、欸，你刚我们用你的来拍了养鱼教室，那我来打人给讲，你看。这些人其实都没带我买东西，我是觉得就是，可是你刚好就这样，能教我就教，如果我也没带你说，你要教我，你鱼在里面有没有？可怜的是那鱼，你知道吗？就鱼无辜啦，我们做生意人也不能太生意，那、啊、就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有帮到就好了。好，是说难得我口教这么久，你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，没有体会到我说的意思，就是操作上的流程啊，有时候太急了一点而已。好，所以你看，我看到这个水，我就跟你讲说，如果来得及，鱼不要回去，鱼在外面打气一天，第二天再回去，意思就这样哈、哦，那就没关系 ，OK， 没事了，鱼很强壮的。好，然后你看我现在我空，其实有时候你哪一点回了，走都走不掉。另外，11:40的时阵，有个猛力工，我这个状态还能再换一次水吗？还是让过滤系统慢慢代谢？等一下要回他了，就是。今天晚上不要搞了啦，那个鱼这样子被你搞来搞去，啊，今嘛拜的已经拜完斋啊，你知不？啊，所以就是明天再，我现在用语音讲比较快，就是明天再看情况啦。啊，要再换2/3也可以了。哦，就类似这样，所以你看，英文等下回不了。发送出去，另外一万底下回袂了啊！这边阁有个新的一个造出来，你知影？上节咧问，这人可以问一个问题，可能就是安尼啊，什么鱼褪色、日光灯跟饲料没办法维持吗？除非利用绿地毯灯哦，绿地毯灯连青苔都可以长，鱼才会变漂亮。好、哦，好啦，这个就是这个没有这个客人的，其实是我刚刚那个老板不回去的要讲的，但是没讲到，再拍一段哈。哦诶、欸，常常来人客，来店的人客拢会伫遐讲吼，头家我规工做爱看你的影片呢，啊无你有叫伊翕挂吼，安尼会使袂？安尼写写念会使吼？啊，就这个是我的日常，你知无？所以今仔拜四，昨直播，昨无直播拍卖是因为昨嘛想安尼伫遮一直用一直用，根本就无时间去呼吸啊吼！啊，嘛好佳在昨无直播拍卖啦，老板娘今仔感冒吼，啊无伊个他妈回出侪物件回袂了。最近就是其实。我跟你说服务做了太好，像这些人都没带我们买过东西，但是能帮我们就帮，不过这样你就是会，你如果这同时间在线三个，这样你就没走不去了，不啦，服务做了太好啦，就是营业额也没拿多少啦，啊，要不过那个问事的，问事鱼啊，问事的那个人客越来越多，我看你刚刚要那个，要用一个时间，恁大家做回来问安尼啦，啊，无安尼刷刷问啊，可是就没办法，就是像他这个，就是今天决定要挑了。你如果没有跟他讲，就是技巧性的回避，不想讲那么多，啊，你后来帮他挑起来，现在腰看不久啊，好，那光拉高的阿摩尼亚、亚硝酸，还有泡在那个水里面那个鱼，应该我觉得会挂。有时候他撑过了，过几天就开始生病了。好，好好好，拜拜。我这样拿着手机，不知道有没有拍得到。好，拜拜拜拜。第二段影片，好。